爷爷生日快乐。今天是爸爸的生日，我们打算出去凑一顿，一家人在一起吃个饭。其实他的生日还要一两天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每周礼拜一休息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提前一家人去吃个饭。啊，爸爸的姐姐和姐夫都来了，今天比较热闹。爸爸，你今天想吃啥子？哎，你是寿星，你为了大，你选。因为三娘子眼睛看不到哈，所以我们坐个车先过来了。现在我们就在这里等爸爸和妈还有冯大叔过来。妈们已经来了，你们有没有想好到底要吃啥子？我们就在老家吃那个水饺店嘛，我们去上次吃过的还可以吃，味道还可以。票房沟水饺店。哎，宝宝，你点菜。哎，今天你做主。你点。水饺是要点啥菜？他也有菜有水饺，快点去喊阿姨进来我们点菜。嗯，喊爸爸点菜，他就点了一个，点了一个粉蒸肉，看来还是我来点菜。这边全都是拼盘素菜。这就是饺子，看好大一个个的。木耳肉丝。哎，快进来坐，就等你们，等你。蒸肉，现在我们人已经在起了，我们就开始吃饭了。哎，他那个女的，啊，他都懂了。我们随便他吃哦。是吧？蒸肉。好多人等你。哇，真棒！吃饺子，豆芽你就看不到了。哦，这饺子好吃吧？算了，我一直都在走着来。好不好吃？下方头原来是卖衣服的，变成了整吃的东西。你挑菜吃吗？我两个米饭，他那挑菜他不吃。就喝了稀饭，没有我的家庭要是进去了，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爸爸，你今年好多岁了？是不是低了？他的引起那个朋友，麻烦请你吃我身体的大半场哈。哎，你一个人在吃了，我们都吃完了都。一个人吃，最后买单哈。妈又开始打包了。别浪费。得看他们的身体。拜拜。我们把他们送走了，都准备回家了。你看嘛，黄哥悄悄地给了一个惊喜，订了这么大个蛋糕。都是喊我妈买蛋糕，蛋糕买起一是没人吃，二是花那么多钱，要再又整这么大个，又是几大百哦。爷爷生日快乐！爷爷生日快乐！快许个愿望。吹蜡烛，老大和老二都发红包回来。虽说老大老二没回来，但是他们也有事，晓得不？他们的没少你的红包给你发到位的啊。哎呀，我把这个糖给你吃，长生不老。对对哈，长生不老。谢谢，多吃点点。你孙子说的，吃了越长越年轻。越长越年轻。这么大个蛋糕哈，我们还在想怎么把这个蛋糕分出去，有没有跟我们一样？现在蛋糕就是个仪式感，真的吃蛋糕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哈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次见，拜拜。